大谷熟成烧肉专卖。嗨，栗子小伙伴，今天要介绍的是台中顶级烧肉大谷熟成。一进到店内，就可以看到一整面的清酒墙，有满满的清酒、果酒任你挑选。采用代币的方式来沽酒，上面有酒风味的说明，帮助大家挑选哦。想要喝冰镇或是热酒都可以，准备开吃。店内最著名的就是厚实牛舌，比石渊还厚耶，全程专人代烤的服务，就不用担心技术影响肉质口感啦。牛舌有舌下、舌根两种的部位哦，吃起来有两种不同的口感，配上啤酒真的太舒坦啦。还有油花分布均匀的 A5 日本和牛。盘子预热过后，放上刚烤好的牛排来静置，烤至粉嫩色泽的五分熟，口感软嫩又带有多汁的肉香气，饱满厚实的大腹肋排，扎实的肉质，这款我也很喜欢哦。再来碗热乎乎的现冲味噌牛肉汤，粉嫩色泽诱人。还有好多顶级烧肉的介绍，我都放进资讯栏里咯。纪念日、聚餐、生日时，来餐特别的顶级烧肉也是不错的选择哦。如果喜欢我的介绍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栗子小伙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